那我们会复习回去 for 今天的 day one。我们上次数学有做了度量衡这一课，对不对？度量衡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进行测量，就好像之前我们做的科学一样，我们会测量大的东西、小的东西。然后之前我们做了的这个测量呢是 cm 和 m， 对吗，同学们？所以可以告诉我 cm 可以量什么样的东西呢？书本、铅笔、书本、铅笔，还有交叉，还有电脑。电脑，对。然后 m 我们可以量什么东西呢？篮球场。篮球场，还有屋子房间，对吗？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们也学了的，就是质量啊，长度和质量。质量就是重量，所以就可以用 g 和 kg， 对吗？所以 g 我们拿来量什么？水果拿来量米粉。水果 ，OK。还有山竹。山 g 哦，山是不给那个山吗？粉，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不给那么大，它一定很重啊。所以除了 g， 除了量这个水果以外，还量什么？奶粉、米粉。奶粉，对不对？一瓶的，你们家里的一瓶的。糖盐。啊？什么？饭和盐。饭 ，OK， 还有饭用 g 啊 ，OK， 那你家里煮的饭 OK 啦。这样，如果你是去外面买的那个大包的呢，就用什么了？kg 对不对？可能你家里买的是一包五 kg、十 kg 的，所以我们来复习一下长度的单位，从小单位到大单位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之前我们有看到的这个部分。所以小单位毫米，很小很小。比如说你要量米粒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量米粒就是用 mm 来测量。所以如果你们有 ruler， 手上有没有 ruler？ 大家？拿出来说给老师看一下、你的 ruler 呢，它其实不是 mm 来的，它是 cm， 对不对？但是它这个小小的刻度上面呢，它就是 mm、所以它的这个两个之间的这个、换算呢，就是一 cm 等于十 mm。 所以你看到你这个零到一 cm 的时候、它中间有十个小线、小直线，所以那个直线就是 mm 来的。所以一 cm 等于十 mm， 十个直线，那十个就是 mm 来的啊，很好，谢谢纯三 ，OK。然后另外一个，你看到它那个比较大的哈，我们很少用啦，是拿来量 inch 的 ，OK，inch 我们很少用在我们的测量的这个单位里面，所以我们从 mm 最小的，然后到 cm 比较大的，然后再到刚才我们讲拿来测量篮球啦、篮球场啦、房间啦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用 m， 姐姐讲话。老师，我是纯善，那个、那个 inch 它是排在哪里的？它排在那个 m 和 cm 之间，因为 m 就是一百 cm 了吗 ？inch 的话，它你看大概就是两 cm 多，对吗？两 cm 多，它就是一个 inch 了。但是它不在我们的测量单位，因为很麻烦，你要说一 c 啊两 cm 多等于一 inch， 我们很难测量，所以我们就以十、一百、一千的单位来做测量，这样有比较明白吗，同学们？所以你要知道它的换算单位哦，不然等下加减乘除我们就不懂了。所以从最小的 mm， 然后到 cm， 到比较大的 m， 最大就是 km。那么一 km 等于多少 m 啊，同学们？一千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你要想哦，今天你从槟城啊，然后去到怡保啊，或者是我们要去这个关旦，就是162 km， 有多么远呢？你坐汽车可能都要几个小时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是比较大的一个距离，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边知道它的这个单位之间的关系，然后再去做换算。所以比如说我们现在要量一张桌子，所以桌子我们用 m 还是 cm 对不对？或者 m 也可以，然后 m 的话我们可以用卷尺，对吗？它比较大，我们的这个尺啊木尺是量不到的，
所以如果我说我现在我的这张大桌子它有 1M， 那么它等于多少 cm 呢？100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时候你找不到卷尺啊，或者你找不到这个 m 的单位啊，你唯有用木尺慢慢量，得到100 cm。所以它可以这样的换算，方便我们如果找不到一个非常适合的这个测量工具的话，我们可以把它兑换成比较小的这一个单位。来看一下单位换算，所以我们学过了的是长度和质量。所以刚才我们讲了 1cm 等于 10mm， 而 1m 等于 100cm， 1km 等于 1000m， 所以有大单位和小单位。那么质量就是 1kg 和 1000g， 所以这个我们把它熟记下来过后，记得我们要变成大的单位就要拿来乘啊。比如说 1m 等于100cm， 所以我们就要拿来乘，然后除的话就是变成小的单位啊。所以这个大家在换算的时候要注意哈。比如说我从 10mm 换成 1cm， 我 share 一下这一个 whiteboard 啊。OK， 所以刚才老师有讲了大单位和小单位之间的差别，这个是 1cm 等于多少 mm 啊？ Aiden Lee，与你进打开视频，十，对不对？然后现在我要倒转过来，30mm 等于多少 cm 呢？与你，三。啊，谢谢大家抢答，但是我要找这些关了视频的学生，去了哪里啊？与你，老师，我肚子痛，去上厕所。啊，你肚子痛 ，OK， 来，志先 ，mm 怎样变成 cm？刚才我们讲嘛，小的变成大的就要拿来除，对不对？啊，除多少啊？除十，对吗？说30cm 除以十，大家还记得那个吗？减掉一个 cm 啊，所以等于3cm。我们就是除就去掉，而乘就是加。再来一个题目啊，不然大家好像不了不了这样。来。450mm 等于45cm， 等于多少 cm？ 45。为什么你会知道45怎样做？你要拿450除除于多少？除以十。OK， 除以十，所以等于多少？45cm。好，再来一题。7cm 等于多少 mm 啊？这个 cm 是大的嘛？大的换成小的就要拿来，要拿来乘多少？乘十 mm。这个没有要做哈，这个我是做这个复习罢了，大家不要忙着抄啊，忙着听课，不要忙着抄，注意。但是我以为这个要抄，我正准备。啊，不要抄，我都没有叫抄，我们在复习而已。所以这样大家有明白吗？大的换成小的拿来乘，小的换成大的拿来除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它之间的这个小笔记，大换成小乘，小换成大除啊。OK， 乘就是加几个零，除就是减几个零。当然比较难的就是要移位了。你们学会了移位了没有？除要向前还是向后？向。啊 ，OK， 我再用回刚才的啊。70mm 等于多少 cm？ 这个是乘还是除？你要拿这个除。除对不对？所以除十的话，刚才讲个嘛，但是如果我们讲移位的话，它就是要除的移向前，哦，移向前就等于我们撤掉这个零了。对，除的就要向前移 ，OK， 然后乘的就要向哪里移呢？然后呢就要加一个零啊，乘的就要向后移，所以我们做一个 example，OK。比如说
三 cm 等于多少 mm？ 你要拿三除三等于三，对，三乘以十，对吗？所以乘以十一个零是它本来这里有一个点，对吗？向后移啊，向后移，对，就是等于三十 mm。准三打开视频。对，希望你们有在注意听。谁家的 background 后面有很多声音，可以 unmute， 可以 mute 掉自己一下吗？哦，你们打扰到其他人 ，OK？ 所以希望你们可以知道移位和那个几个零的这个存在，然后你接下来才能好好的做你的换算。对，这里我们来到 km， 如果它比较多的时候 ，km 乘一千变成 m， 再乘一百等于 cm， 再乘以十就是 mm。所以这个一定要牢记在你的脑袋里面的哈。所以你怕自己会忘记的话，每一次你做练习题的时候，先把这一个笔记或者是这个表写出来。OK， 什么事情？谁一直在那边写？哦 ，OK， 来，大家稍等一下啊。定了。所以这里如果我们举一个例子，三十 mm，OK。所以它变成三 cm， 所以 mm 比较大还是比较小？比较小，有没有人听？比较小，比较小，对吗？所以这里已经告诉你它小单位，所以三十除以十，哎，所以我们刚才有讲 mm 是小单位。所以换去 cm 是比较大的单位，所以我们要拿来除。记得你是从左边移过来的哈，所以你移多一个零，就是移后啊，这个是除的话，移前面一个零，所以移过去前面，它的零就去掉，变成三 cm。OK， 然后这边呢就是大乘小除，所以 mm 换成 cm 拿来除，然后 cm 换成 mm。啊 ，cm 换成 mm， 这个换成 m 了，这个比较大的了 ，OK。所以500 cm 就要除100，好， 5 km 就要乘 1000， 9 m 就要乘 100， OK。来，我们看一下下面的练习题。2 km 等于 2000 m， 所以我们要写好要转换的单位。等一下我要你们做的时候，我们只做横式。做横式的时候，我要你们跟着这样。当你写 2km 等于2乘1000，要画弧起来写上这个 m。 为什么老师要根据这个 format 呢？因为很多学生都会忘记写单位，你写了2乘1000过后，你答案只剩下2000罢了，你的 m 就忘记了。不然就有些学生呢，老师我2乘1000过后我写单位，可是我写成 km， 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因为你往往忘记了你到底要写什么。所以我们要把 km换成 m， 我们一定要先写在我们的这一个算术里面，这样我们就永远记得好。现在我要写 m 了，我要写 cm 了，我要写 mm 了，明白吗？所以这里也是一样的，当你做的时候 ，OK， 我一个是 cm， 一个是 mm， 我要换成的是 mm， 这样我就把它写出来先。50换成 mm，cm 换 mm 乘十，所以有这个步骤。乘了过后我才得到这个步骤，最后才加起来，最后得到 509mm。 所以你的横式 step by step 是非常重要的，我不要 shortcut。 我常常告诉学生，不管你做哪一个练习题，你都不准给我 shortcut。 不要觉得老师我已经会了，我直接写509，我不要，因为我要知道你的 step by step 你是怎样做出来的。反正我们没有说现在是考试要赶时间，对不对？我只要知道你的方法，你的 step， 你怎样从你的题目变成答案，所以我这一些步骤是要存在的。你不要跟我讲哦，老师我忘记了，老师我没有注意到。我现在就把话讲清楚，不然的话等下就一大堆跟我讲，老师我不知道啦，我不会啦，我没有注意到啦。君风仪，你的镜头又在看到你的头发了。 OK， 来我们看接下去。来，
长度单位的换算，当我们拿来加的时候呢，五米就是多少厘米？同学们，五米等于五百。对，五米等于五百厘米哈、啊。你看你们想成五百罢了咯，忘记那个厘米的单位了咯，对不对？所以五百厘米再加五十厘米，最后我们会得到。550厘米，这个呢，它是出了这个横式，对不对？然后如果我是出现在应用题的话，它会这样子问：长颈鹿是世界上最高的动物，大家知道吗？它颈项很长，对不对？可以高达5米50厘米。那么长颈鹿的高度是多少厘米呢？对啊，就是这样子问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可以换成厘米的换算。所以大家应用题就要多注意了，它最后要你写的是什么？是厘米，你换算的时候就要注意。如果我要把它换成米呢，同学们，大家小数点学了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我说长颈鹿是世界上最高的动物，那么它的这个高度是高达5米50厘米。将5米50厘米等于多少米呢？我要怎么做啊，同学们？有谁可以给我知道解释一下？老师，我要把5米50厘米换成米，我要怎么做？有在上课吗？大家为什么都看后面看旁边 ？Winnie 打开视频，我叫三次了。超难。对，五米本来就是米嘛，对吗？所以我们要换的是什么？米，五点五米，五点五。为什么你的五点五怎样来 ，Cyrus？ 米已经有了，我已经有五米了，所以我要换的是什么？米的厘米，对不对？所以50厘米怎样换成米呀、啊？除啊，除多少？除五十，除五十啊，不对。只要你那天我用那个可以了，没问题了。刚才才叫你们计数罢了，厘米变成米除多少？50。50，不对。刚才我都跟你讲，五米等于500厘米，怎么现在我把厘米换成米，把它除十罢了呢？100，100。对，除100，所以除100怎么办？100怎么办？去掉一个零，一位。去掉一个零还是一位？两个都可以。两个都可以 ，OK。去掉一个零的话，然后没有啊，这里还有一个零啊。对，不行啊。对吗？哦，然后我可以怎么办？一位啦，对不对？中之音应该离几个位？啊！你看，这我讲多少个在专心听，不要跟我喊。我讲除一百应该移几个位？你看我用喊的在上课。两个位。为什么是两个位？因为你要去掉两个零。啊，你要去掉两个零，所以这两个零就两个位，对不对？从哪里移呀、啊？这边呢、啊？还是这边呢、啊？还是这边呢、啊？五前面，五后面还是零后面啊？零后面，零后面很好。所以移前还是移后？移前后。移前，这么有人讲后？除的话，刚才我们都已经讲了移前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零了。所以这个零的话怎么办？小数点忘得一干二净。零了变成一个点，所以前面要加一个零，对不对？补一个零给他，所以我现在有五米 ，OK， 然后再加什么啊？零米，零点米，五点米 ，OK。所以现在怎么办？我并没有对齐我的五是什么来的？五等于50啊，不对。五等于零百。五等于500，不对。
5.5米。5.0，当我们没有小数点，我们就给它补一个小数点。每一个整数后面都有一个点零的 ，OK？ 每一个整数后面都有一个点零的，所以现在我能做指示了没？可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现在零加五等于多少？五。然后五加零等于多少？五。然后点和点就是等于点咯。5.5米。啊，所以如果我要把5米50厘米换成米的话，我的答案就是5.5米。我不懂多少个，再注意听，特别是 Cyrus Bay， 你要离开你的位置多少次？你家里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，要被迫你要离开你的座位走来走去上，可以啊，你离开吧。你看，现在才要戴耳机，代表我刚才讲了一大堆，你在听什么？我等下再问一次哦，我不一定是大家米一定换成厘米的，我可以厘米换成米的，对不对？你们不要再跟我讲，老师，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哦。我很生气，我在教书，我在帮你们复习，这个东西应该会了的，结果你跟我走来走去，耳机都没戴上。在上课吗？家里很忙的话给我知道，你下一堂课再来。我不要等下重复解释，所以我们现在得到5米加 0.5 米的话就是 5.5 米。大家有懂了吗？我不管我要换成厘米或者换成米我都可以做，所以并不存在说老师哪个比较小哪个比较大，都可以做， OK。 好，来我们看下一个 slide， 来让我们来做做看，拿起你们的读本，给上面先写上什么呢？听老师说 ，OK？ 上面先写上日期，今天几号呀？21。对，21号，6月。然后上面写上复习，我们刚才最大的呆的。然后今天复习的是什么？度量衡，你的字不可能写的比我还慢了，我用猫写，你们用铅笔写，而且你们写在书上，你不要跟我在那边摸发呆，看旁边的风景，看旁边的人，你给我专心看荧幕。度量衡，我已经一笔一画写给你们了。OK， 然后这个写上第一题， 3050cm 等于多少 m 多少 cm？ 来 ，Cyrus， 这一题的做法怎么做？你一定要做那个做法给我，对不对？ 3050cm， 刚才我有讲要拿来乘还是拿来除，对吗？你怎么做啊？拿来除。怎么除什么？回答不到了了，刚才不听课了，到处跑啊！除。来 ，Aiden Do， 我要怎么做？我的这个步骤要什么先？3050cm 需要。除1000，怎么除1000？3500。对，你的意思就是说，我要拿3050除1000，是吗？啊、如果除1000，我要把它括弧起来，这里我要写什么？要写 cm 还是 m？ 需要写。cm cm 啊 ，cm 换成 cm 要除1000啊 ，mm 啊 ，OK， 除 m，
为什么 cm 换成 m 是除一千的呢？除一百，除一百，对不对？回答表错了咯。有谁可以帮忙的？不对，老师是不是除一百？什么东西除一百？你要给我清楚的知道。3500除一百，哪里来的3500 ？Cyrus 看清楚。我现在告诉你们啊，代表有很多个不懂在听老师讲什么课啊？三千嘛，对不对？它是不是3000 cm 加50 cm 来的？对。然后现在我什么可以换成 m？ 3000可以换还是50可以换？三千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应该拿3000除多少？除一百。除一百，所以这个是什么 ？cm 还是 m？ m 对吗？所以我在跟你们讲刚才老师的步骤，我要这样的括弧，你换成什么单位？然后50 cm 我没有动它，我就照写回50 cm。所以3000除100等于多少？30。所以这个30等，然后它的单位是什么 ？m m， 然后加50 cm 是直接放后面50 cm。这个是我要的步骤，你们不要直接哦。3050 cm 等于然后括弧30。然后这个50，然后我就给老师了，然后下面空的。Lisa， 我不要一大堆的 copycat 啊，我不要一大堆只会抄的机器人啊，我要的是你的 step。刚才我有强调了，对吗，同学们？我有一直讲，同学们听课，我要什么？因为我不要学生哦，永远啊，老师给答案，我给答案，我抄答案，这样你是学不会的。抄完了哈，老师很失望啊！你们还是永远秉着那个信念，那个你们的信念是老师给什么我抄什么，老师给什么我抄什么。你们等啊 ，Teacher Zhu 等下给一个陷阱，你们是不是全部跟着抄下去？气死我 ！OK，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它其实真正的方式，擦掉，要一个两个习惯抄。OK， 所以老师有把做法写出来的，所以这边我只是省略掉刚才那个括弧，明白吗？所以我真正的方式是刚才那个3000除100，所以你的这个步骤必须在这一边。 OK， 你的步骤必须在这一边多一个3000除100，然后把 cm 括弧一个 m 在旁边，你就知道你的单位怎样来，所以你的答案才会得到这个。关于很好玩是吗？又在开始玩 background 了是吗？我这边一直在按的，你们不要跟我在那边不用心。我知道解释了，有些人聪明伶俐了，然后不跟这课程了。OK， 来，接下来练习题更多了哈。OK。所以刚才那个 E 的话，这边你们写一个 EA， OK， EA， 然后过后2345 6，我要做法啊，所以你给自己做了过后才去下一题，同学们有听到吗？你做完 EA 了过后2345 6，不然你的位置不够，不然你就把自己的书本分成一半也 OK， 总之我要做法。老师来，这全部坐在读本啊？对，全部坐在读本。来，第一题，58 mm 换成 cmmm， 所以我要等于什么？58 mm 除50除十。来，我叫第二个人 Cyrus， 我不知道你们怎样做的，刚才一直在发呆，不上课就是这样啊。来，怎样做？58 mm
你就乘飞机消防局六年十58乘十啊，什么东西乘十？58 mm 乘十，58 mm 乘十。都，你告诉我58 mm 乘十单位是多少？我不知道你家里的人谁在看戏也是什么，总之你现在给我好好听课，不要再给我离开你的座位。我刚才有讲了那个方法，我不懂你看了多少进去，包括姜子印发呆够了吗？所有的学生浩哲坐在位置上，我只讲一次啊，我不要等下又在叫人告诉我怎么做，说你们又在这样子支支吾吾啊。什么58 mm 乘以十，请问单位要什么？要 cm 和 mm， 请你把它分开来先。58 mm 是不是50 mm 加8 mm？ 我们把它拆开来，现在哪一个可以变成 cm？ 50还是8？五十，所以50要变成 cm， 要乘还是除？除十。对，很好，除以十，然后它的单位是 mm 还是 cm 啊？如果除了十 ，cm， 然后我加八 mm 再加回去，因为这个我没有动它的，我每次固定把它放好。所以五十除十等于多少啊？五十除十等于五。很好，所以现在变成五 cm， 八 mm， 五。所以答案就是五 cm， 八 mm。Please 啊，各位小姐少爷们啊，我不要再看到58 mm 等于五 cm， 八 mm 啊，我要这个东西。我刚才已经讲得 very very 清楚，我不懂你们的耳朵在做些什么。我要这个东西，我叫你控行，我叫你一题一题做，就是为了要看到这个东西。我不是要只是看这个等于什么而已。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应该很紧迫的在做这里的练习题，竟然有学生还能走来走去，还能看来看去，时间都已经不够了，你还能走来走去，我真的很怀疑。第二题，雨辰，首先第一个步骤，640 cm。等于600+40 cm， 要把单位讲好哦。600+40 cm， 我这边多了一条线啊，你们不要理它，那个是我画的时候它会跳出来的。所以600+40 cm， 然后接下来呢？等于多少？就等于600除100 cm， 加600除100，然后变 cm 啊。m 做600除100的话，这个是什么 ？m 对吗？对，然后40不能除100，所以我照拿40加40 cm， 不，40 cm， 然后我600除了100过后等于多少？ Cyrus back 给我上课专心。6m 40 cm， 对，很好，所以是6m 40 cm。
所以当大家都在用心上课，你跟我在那边玩，我真的没有话跟你讲了。所以 6m 40cm， OK。 来第三题，同样的步骤来的，都是同样的步骤，只是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做而已。第三题来，军风怎么做先？15400等于1万加5400。OK， 我这边去掉先。对，你用的是1万是四个零啊。一万是什么来的 ？M 还是 KM？ 10000M。OK， 然后加5400。5400，5400不可以换成 KM 呢？嗯，可以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不要拿5400啊，我们要拿什么？那个5000还是可以换成 KM 的，不是吗？是150，所以我们应该拿什么？其他人有人会的吗？我们应该拿15000，对吗？对，因为它是1000嘛，然后不能换的是400M 罢了，对不对？400M 啊，所以我拿15000M 加400M， 所以15000要除多少？15000除1000。OK， 除1000好了，单位变多少？变 cm， km 对不对？然后我再加回去刚才的那个400m 对吗？对，很好，所以已经有人知道怎么样了，所以我这边再加一个 400m。然后加出来15000除1000等于多少？15。对，15单位是什么？15 km。然后400m。对，很好。阿哲，你终于可以翻回来听我们上课了，是吗？我接下来一题就问你咯。你有看到大家一起讨论的东西吗？步骤和练习题。有啊。 OK， 来第四题就是你了。 OK， 第一个步骤怎么做？第一个步骤 6m20cm， 你要拿 6m20cm， 你要把它分开先。怎样分开？你要拿它移两个位。不对，你要给我知道怎么做法，什么东西怎样移两个位？六移两个位还是20移两个位？二十要移两个位。我不是要 cm 吗？20我不动它的啊。cm 变 cm 它一样吗？为什么我要动它？我先要把 m 换成 cm， 对不对？所以我应该怎么做？m 怎样变 cm？ 你要拿它 m， 你要 m 叉 cm 是1000。1000啊，不对。100。100，对了，所以我要拿来乘100先。都六乘100，这个是什么单位来的 ？cm。对 ，cm， 所以我要加回去它的本来的20 cm。嗯。所以这边加20 cm， 所以六乘100等于多少啊？600。六百什么？六乘100等于600，再加20等于620。六百什么？单位不要忘记。620 cm。600 cm 加20 cm， 所以最后我才会得到620 cm。老师，请问回去上是什么吗？对。620 cm， 我越来越多这个学生关视频啊。
我不懂你躲在视频后面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。我们这边是一起讨论一起看，谁不会就帮忙。我不要那几个啊躲在后面啊，然后负责抄答案。你要抄你就等一下过后看 video 慢慢抄好了，你不是来上课的，你来玩的。来第五题，汉森。这里我只要换成 M， 所以我要拿什么来做？5000。哪里来的5000？5000乘1000。哪里来的5000？5KM 是吗？你大声一点。5KM乘1KM。找个会的人来回答我吧，我不想发火。找个会的人来告诉我们怎么做。第四题都已经给了我们 sample 了。5×1000。对，5×1000。1000。单位是什么来的 ？M。很好，所以永远是那几个啦 ，Y E 啦 ，Y C 啦，懂老师讲什么？老师明明讲的是华语，加多少？64M。OK， 所以5×1000等于多少了呢？5×1000等于5000。OK， 也听到俊峰的声音了，代表是懂的。然后等于5000M 加64M， 都交出来了过后，我们的答案是多少？5064M。我就等看有多少个是抄答案。给第六题，找另外一个人，桌子先。同样的东西罢了 ，CM 换成 MM。不用举手，我就专门教有些学生不会的。Aiden Lee 来，我应该怎么做？乘，什么乘什么嘞？CM 换 MM， 四乘，四乘 ，CM 和 MM 多少？4×10。OK， 4×10。所以单位变怎么呢 ？cm， 不对，我最后要换成什么 ？mm， 啊 ，mm， 然后我4×10mm 过后我要加多少？它本来有多少 mm？ 加3。加3mm， 然后接下来4×10等于多少 mm？ 400mm。OK， 40mm。所以40mm 加3mm， 我最后答案是多少？43mm。Good， OK， 43mm。所以它的步骤就是这样子写来的。请大家看回去我要的方式 ，OK， 不要直接换。我知道有些学生已经 very very smart 了。哦，老师，我自己换哦，我心酸，我会了的了。但是我刚才已经强调说你要这样的步骤，不然你很快，老师4×4等于40，是指什么？40只猫那还是40只狗？所以你的每一个 step 要很清楚。这边少了一个，都没有人提醒我一下，64M。OK，
所以我重复再讲一次我们这边的做法，我希望大家可以 get 到它的这个方式。从我们做的时候，这里是一个单位换成两个单位，不懂大家有注意到吗？哦，一个单位换成两个单位，所以我把它拆出来，然后一个是要换的，一个是不要换的，所以这个要换的我除出来变 cm， 这个是不要换的我照写为 mm。 老师，那些除的我是比较好，乘的我不大好，这样你就要多做咯。哦，有时候你们会觉得老师为什么我要做这么多的数学题，你多做你自己才能消化，找到自己的一个方法。而老师很多是给你们辅助，给你们参考，你不能说老师你教方法这么跟其他老师教不一样，因为每个老师用的方法不一样，你自己要 get 到最适合你的方法。 OK， 所以这边也是一样，第二个我从一个单位变成两个单位，所以我先把它拆出来变成一样的单位先，然后能换的我把它换掉，不能换的我把它维持，最后把它变成两个单位。这样大家有在看吗？有。来，浩哲什么问题？老师我没有问题。啊，什么？我没有问题。没有问题， OK。 所以第三题也是一样的，我一个单位变成两个单位，所以我就把它拆开来，你看两个都是 M 来的，然后可以换的是一万五千变成15 km， 不能换的我维持回 400 m。 关羽有在上课吗？有啊。然后第四、第五、第六题就不同了，他就从两个单位换成一个单位，然后我当然是换能换的罢了啦，对不对？然后本来一样的就不用换它了吗？照加回罢了吗？对吗？所以我把六换成600 cm， 然后5 km 换成5000 m。4 cm 换成40 mm， 你们还有谁属于 blur 状态？我看到有几个是非常 clear 了的，妍希啊、子晴啊。但是我还有不 clear 的地方。什么问题？我有 clear， 就是你要拿那边拆开的时候，你要拿除那边的时候我不会。OK， 除这一边哈。你要把它拆开，你才能知道哪一个可以换成 cm 吗？哪一个可以换成 m 吗？你不能全部都能换，对不对？好，是吗？所以我就要知道 cm 和 mm 之间相差多少，就是10, 100和 1000，对不对？所以50才能除十啊，我只拿50罢了咯，罢我不动它，所以50除十嘛等于5咯。然后这一边600和40哪一个可以换成 m？ 当然是600嘛，因为 1m 等于 100cm 嘛，所以600能除100罢了，我就换它了，所以变成6了。这个也是一样的，15000对吗？我这个有三个零，我才能除掉这个1000的三个零啊，所以我把它拆出来先啊。你不拆出来你就不乐了的，老师哪一个可以放前面，哪个可以放后面，所以你要拆出来把它除掉。这个是属于小的单位换成大的单位，是我们拿来除。四五六题是大的单位换成小的单位，我们拿来乘。所以刚才的笔记那边我有再重复告诉大家一次了的，这样有明白吗？ OK， 所以它最后的答案就是这一边。好，大家再对照一下，跟刚才一样吗？我最后忘记写一个答案在这边啊，43。好 ，OK， 所以是等于5 cm、8 mm、6 mm、40 cm、15 km、400 m， 然后变成小的单位的620 cm、5064 m 和43 mm。明白了。OK， 所以我们不要写太多，也不要做太多啊，要去toilet的可以去。因为等一下你们会 blur， 我们现在只是在长度的换算哦，明天我们再进入质量和液体哦。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再复习回去的话，第一可以看课本，第二可以看回你数学题之前做的，分回去过后大家有没有检查自己做错啊，给自己一点时间，你是否有复习回去看回课本，你的课本的那个方法更 detail，课本是用来读的，不是用来摆美的，所以你们有时间可以看回课本，明天我们再来做。
长度和质量和液体的练习题。OK， 对吗？清楚吗？大家清楚。